近年立体打印机日新月异，就连太空站的零件都可以打印出来。想买家用立体打印机，低至到4000元就有交易。记者发现立体打印机连锁匙都能够复制到，随时成为测人的小良伴。只需要影低锁匙的相，然后用电脑画出锁匙的三维形状。完成制图之后，就可以接驳立体打印机，自动将锁匙打印。之后沿住外形将锁匙剪出嚟，复制版一样用得到。立体打印机的原理是将原为固体的塑胶加热至到糊状定型，令到锁匙形状一层一层由平面变立体。用打印机复制锁匙，锁匠就担心生意难做。对我呢行又非常之危险，因为我哋咁样即系咁样配咗匙咧，即系俾我即系可以影响到我哋行业嘅生计嘅会吓，我觉得就有咁嘅趋势。如果继续咁样，我哋唔会鼓吹呢一样嘢。但是另一方面，锁匙咁容易就被复制到，市民唯有提升防盗能力。呢一只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喺个电脑匙锁，就呢只特别电脑匙，有浮动珠，有磁珠，有磁珠喺度嘅吓，所以呢只锁咧就而家市面上都开始慢慢有呢啲咁样嘅锁卖嘅，应该都。佢只用咗呢一种电脑匙锁，就算打印出一样嘅锁匙，亦都唔能够开锁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